OK， 我觉得我们要冷静一下。哎、欸，你后面有个梯子，你后面有个梯子。哎、欸，真的耶。我们要先拿东西吗？我们身上空，全空了，没了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好了，拿了，拿了，应该要拿吧。我想想，哎、欸，我居然满满的空，可是我没有电池，糟糕热。其实我也是。那我们。好，我拿个拿弓干嘛？拿弓干嘛的、啊？好呗，好，我拿了一把剑，然后我也没有食物哎、欸，我也没有了。嗯，好吧，好吧。我们到底放那么多武器，到底要干嘛？放一堆垃圾。好了，那就往上走喽。这是哪里啊？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条路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哦。哎、欸、哎呦，有个压力板哎、欸，踩踩它。哟、哎。哎呀，过去就好像就过不来，对面好像没有压力板。那你过去，那你过，啊、好好，我，你去，好看一下，有两条路。这边哦，这边是观察的房间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另外一边。好，我可以故意跑掉，害你困在那里吗？那你要帮我开门啊！看一下这，我看一下这边是哪里。哦，你可以过来，确定，因为这里看起来就是。就是在我们接关的地方吧，你过来没关系。好，我过来了。好哦。对啊，这个是第十关的那个关站观察，不，反正那个村民室啦，然后第九关的村民室。哦，观众席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观众席。哇，翻的真好。哇哦，好棒棒。我来看一下这个。哎呦，卡住了。这个村民什么观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观众席，对，观众席。你刚问我，我差点忘了。他为什么叫我们来这个地方啊？就不合理啊！对啊，叫我们当观众了什么？我们已经被淘汰了。这边没有路哎、欸，这边嘞，你过得来吗？来了。这边，怎么突然叫我们来观众席啊？哇、哦，好奇怪、哦，好远哦，太远了哦！有箱子，居然！哇塞！你开，你开，觉得我们一定会死掉哦。又是这个，我现在比较缺食物。对，OK。现在跑步觉得很害怕、啊，我也觉得很害怕，可是我还是要跑，管他的，哼，跑跑跳，跑跑跳，跑跑跳。哎、欸，没有饿哎、欸。这边，我快要迷路了哦。OK 啊，走一条路你也能迷路，也太奇葩。这边原地转个圈，我就不知道方向了。这边应该是继续的地方吧？我想要先看这边哎、欸。好，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是干嘛的、啊？你是观众席吗？对啊，第十关、啊，居然哇，打到神血！为什么会叫我们来观众席？好奇怪哦。好远哦！对啊，超远的。这边是什么地方啊？哎、欸、是哪里啊？新的地方吗？对啊，是新的地方哎，没有来过。为什么这里有水？哦，这边可能是那个正常的路，就岩浆从这里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岩浆从这里过来，然后那个水是让我们灭火的。你看。哦。然后。哦欸，刚才你什么什么上面有出口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应该是这边应该是正确的出口。果然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喝抗火药水，然后从油上岩浆从这里跑出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说 ，Who cares？ 不管了，反正就是这样，走吧。所以这边才是正确的路，然后从这里过来。嗯，对哦，好嘞，我已经好了，救护车可以走了。有水，复活了。那要睡觉吗？好，睡。对，我们有食物的，有热，有食物的。OK， 抢植物。然后又拿四把剑，然后两把弓，真的想拿。哎、对我也不想拿。好了吗？可是你还是拿了。哎、欸，剑是拿了。剑是我拿五支啊，我拿一半了。什么？对。为什么我的显示又坏掉了 ？OK， 来，所以就是走这边，然后回到刚刚、哎。哦，又被夹到了吗？走开！啊，他不想让我走。这边，好了，就这边了。
那就继续咯。好，预备备 ，Go Go。他说，警报警报，6942-1 6942-2就是我们两个啦。他说我们两个还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逃离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，哦，好烦哦。可以不翻吗？可以哦。他说我们逃离了啦，然后要我，简而言之就是要赶快阻止我们，不论生死。哦，对。然后他说要启动所有的防御机制。来吧，他应该启动，他说要启动防御机制了。那我觉得好害怕。走喽，贝贝。好 ，Go。哦，这个是这个超快超快，我刚差点砍到你哎。真的吓到我了，这是真的吓到我了。这还有没有？这边应该会有很多只吧？哎呦，还有枯弓哎！哎呀，对对，终于有见识了，射它！嘿，这样会不会太浪费？哎呦，好吧，说的也是哈。拿它当挡箭牌。哎呦，哦，差点不管了啦。哦，这里还有这么多只哎！神走位，神走位！啊，对不起，就是你。我们刚刚从这里干嘛？小鱼，那一间里面是不是有僵尸啊？哎，你看他们好好笑哦！真的耶！啊，因为里面有村民吧？对，设计不良。哎呦，哎，我快死了！居然，对不起啦！原来就是又是你哦！然后怎么这么痛？刚刚神血神的有点多吧？我觉得。好哦，我们从这里跑出来的吗？不是，是这里。嗯，这里。好，进去看看吗？哪边？要不要一间一间来啊？这边还有房间啊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村民哎，而且还是农夫。没有农夫可以跟他换。去种田，对哦。这是附魔室。哦，有箱子。是个青金石。然后我们等级都没了。对，说的也是。这个他说是。存档室，什么存档室啊？档案库，对，档案库，咚咚咚。大概是挖东西的，挖矿的，这什么？Larry 伟大的原因，然后一整柜，跟我们的垃圾书籍。哎呀，这又是什么地方啊？好多岩浆哦。那我怎么过去？他说什么？他说要输入什么类似密码的东西，可是这又没有，后面又没有红石，他应该他的红石都会外露，我不信他会做什么神奇的侦测，说不定他就你是把腐肉丢掉，对啊，顺便销毁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们过不去啊，嗯，还是他会在其他地方给我们水哦，投掷器里面，哦，有可能哦，警察没有，哎、欸，不可能，投掷器里面放那个啦，不然万一他投出来是水怎么办？哦，是的，说的也是哈，那怎么办啊？我过不去啊。嗯，不然我们去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密码好了。好哦，说不定他就真的这么神奇，没东西，是打僵尸的。嗯，就是研究室之类的吗？对哦。那这里会写密码、啊？密码？没有啊，他这里写什么？哦，他的实验内容啊，他说。把咖啡因和类固醇，在 Enderman 上的话，会它的实验结果实验内容就是把咖啡因和类固醇打在Enderman 身上，然后实验结果就是四处都是血。诶、欸，然后这个实验是把史莱姆球注射到身体里面，然后皮肤会全部被取代，就是变成不是皮肤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可是史莱姆球不是一颗一颗的吗？好啊，要怎么打？哇哦，监狱！他说是监狱。哇哦，里面有没有箱子？我还以为是厕所哎、欸。有机关的声音、啊？什么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不知道。我开，我开，我关，我关。还是那里可以让我们过岩浆？哎、欸，好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可是有这么大声吗？好，我去看。好。其他都没用，你好幸运哦。对啊，我想说你走第一个就走最后一个啊，没有啊。是什么声音？看起来没有什么改变啊，没完全没有变化、啊。所以第一间你看过了是呀？对啊，拉杆拉过了没用。
没东西啊，我第二间也没东西啊。嗯，哦，嗯，这里啦，纳迪亚，你过来。哪里？哪里？你又要去哪里？在第一间，第一间。哪里？藏的好隐秘啦，兔子好厉害啊！大头啦 ，Go！ 气死我了！哎、欸，我从哪边来？我已经迷路了。这边来，我们从这边来的。好不？这是什么？实验室是刚那间吗？好像是哦。所以我们到底从哪里来的、啊？这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往这走，对吗？对哦。好哦。那个岩浆就没办法了。对，怎么办啊？岩浆怎么办？好讨厌哦。哦，该不会是那个吧？什么？那个实验室上面那个数字吧？哦。1284、1285、欸，还是我们的编号？你刚才有记我们的编号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我也没记，好像是六开头。它只有八个钮，而且谁是一谁知道啊？对，怎么办？加好了，你跳过去。见鬼了！怎么办啊？要怎么过去啊？嗯，那里有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那有个控制杆、嗯，你有装那个 Optifine 吗？你看得到那个字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装。我也没有装。你饿了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我们要过去吗？怎么过去啊？这个有办法游过去吗？感觉还没游到就会死掉了。没错，抗火烧掉了。那怎么办？只好放弃它了吗？那里面好像是青金石矿耶。真的、哦，你视力也太好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真的耶，青金石矿、嗯啊。然后旁边还有铁矿。那也还好嘛，我们也很吸引人哎。说不定里面有一箱钻石。居然？怎么办？要放弃它吗？只能放弃它啦，不然怎么办？好呗 ，Go。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过去。好哦。好。是这里吗？我们从就走这儿下。对。好咯，他说这里是餐厅。你看他们。我看到了。我也很好奇他们在干嘛。这里过去吗？这里过去吗？过不去、欸、过不去吧，过不去。他们在讨论秘密会议，好像是哦。餐厅，哎呦，哇哦哦哦哦，吓死人了。哎、欸、嘿，我好害怕打到你啊。安娜安娜，哎、欸、这里有东西可以吃，早知道我刚刚就吃这个就好了。耶、yeah, 我可以吃。可恶，可是我只能吃两口。好哦，我刚才超饿的、欸这不要拿手上好了，好恐怖哦！好，他说这里是 kitchen 啊，这是什么厨房？里面藏东西？嘿嘿，没有。火里面啊，玩了25润，我都知道这里面可以藏东西了。果然，哇塞！不过这里面就是青金石啊。哦，怎么都不给人家水桶？哎、欸，他会不会其实火底下也有啊？没有，火底下为什么可以有？说的也是哦。这水可以拿走吗？很想啊，可是没有水桶就没办法。哇，这里面有没有那一件？那一件？那一件碳之类的啊？难道刚刚那一件什么青金石矿铁矿，那是给我们做水桶的？怎么可能？那我们要怎么过去？就是重点。对，拿水桶就是为了过去啊。对啊，宝贝儿，放弃。他说警告警告，这他们这里我们两个好、用他的视角来说的话，警告那两个家伙还活着，那他们要离开餐厅了，马上终结他们。那他们现在非常接近了，哎呦这怎么翻啊，他们非常接近核心反应室，这样翻好了，反正反应炉啦。嗯嗯，那非常重要，不能绝对不能让他们碰到。马上阻止他们哦！是 kill 杀了他们，居然要哎、欸，我不要过去，看起来就是我去我去，哎呦啊！哎呀，我觉得我去的话，又会被你砍。你不管去不去，都会被我砍。哎呀，有酷攻哎！哦，差点砍到你！哎呀，好多，超多的啊！我要死了！不是，我破坏地形了。哦，为什么 ？I don't know。为什么要破坏地形？我插回去了。你在哪里、啊？你看他。你要打他吗？便秘的孩子。这间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。欸、这间是生物模拟室。
生物模拟室。哦，模拟可能是模拟大自然环境吧。进去找箱子。他说这个生物模拟室不是拿来野餐的。好，我按你继续。里面有按钮吗？可以两个人都进去吗？有。好。给。有没有箱子？有喂、欸，又是那个。哦。哎呦，我已经不想拿这个了。嗯、啊。有没有箱下箱？嘿嘿嘿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那就是我技术不佳，点不到。就从缝缝看进去啊！可恶，没有看到，我来捣乱了，全开。好的，下一间，这间是健康中心。哇哇，设备这么齐全啊，好恐怖哦！这里写腐肉，我啊，我刚卡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嘿，他说，上个月只有27个人死亡、欸，哎，是新纪录，值得嘉奖。哇哦，这么恐怖啊！在这里可以三几个，27个死掉了，对，27个，他写27个吧？好扯，对啊，哇，操作室 A 有个箱子，哦，有东西了，交给你。哦，好多东西哦。哎，有猪肉哎，你要吃吗？没关系，我还有鸡肉，我还有腐肉。哎，对，我不该把腐肉丢掉的。嗯，都拿，都拿，全拿。虽然不知道拿了可以干嘛，但就是全拿。对。他说，操作室 B 里面，操作室 B 关闭了，因为他在清扫。然后他说里面有各种血、各种内脏，所以不可以过去。好恶心的感觉哦。好哦。哎，我看到你拿斧头哎。敲他，敲他，是不是？他给我斧头就是要敲他，是吗？好，再敲敲他，会不会死掉？会不会放炸弹？不会吧？好，操作是 B。那些不要再破坏地形了，你这个败食！嘿，居然！哎，可恶！居然还好来得及！居然是什么？哎呦，里面是黄金！哇、wow、哦 ，Larry 的房间，哇哦，你先进去吗？我看一下这间是什么。好，这边是哦，那个核心反应室就是这边。哦，那应该要最后去。哦，应该是吧。好，那你走这边吧。这里是 Larry， 他说只有你的字挡住了，呵呵，只有好啦，只有神圣伟大的存在的人才可以进来。那不就是我吗？他说只有 Larry 才可以进去， Who cares？ 你是 Larry？ 哎呀，随便啊，随便，没关系。Living room， 啊，看到话就要蹭。哦，蹭。蹭。我们要不要一间一间来啊？好啊，你也在蹭了，好吧，那就先把话蹭完。可是我蹭话功力好像不太很好，不太好啊。我知道。没有东西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好了。还要检查哪一间？哪一间？左边、右边？这边、这边是游泳池。这是什么、啊？那应该不是吧？应该只是个有东西吗？还是只是暗暗的？暗暗的。好哦。哇、wow, 哦 ，SPA。他说：“嗯，不想看。”没东西哦，这么神奇？没有，都没有东西。哎，有哎、欸，这里有哪里？为什么有？行啊，为什么我的眼睛这么有问题啊？我拉了，然后嘞，我没有听到，我快死。哎、欸，我拉了、啊，没有东西、欸。嗯，还是在别间。他写他这里，难道跟这个有关吗？完全没关系啊。为什么、啊？奇怪的控制感。去别间看。好，那我去对面这间。好，黑曜石电视，哎，这样是要看什么东东啊？不晓得。有个箱子，里面有什么？开，一堆唱片。哇哦！不想拿了，占空间。这个呢，一样啊，这是一个餐厅，这里是第二间吧？对，这是第二间。嗯，是餐桌吗？哎呦，嗯，啊，有声音，这、欸、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真的、欸，好像是里面哎、欸，你去看好了。哎、欸，坏掉了？没有啊，对不起，是我按的。哦、有个拉杆，拉它，拉了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都没发生。为什么、啊？到底现在是怎样？
哪里有拉杆？这里啊。好呗，去按给你看。好。哦，真的耶。这里面会藏东西吗？有个水桶吧。都没有。嗯，不重要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开它。居然没有喷东西出来，可恶！他怎么可能喷东西？没了耶，就这样。哦，这还有一个房间，所以这里是接关点吗？是吗？看起来不太像。这里应该是给在这里工作的人看的，就是给那些奴隶们。哎，是 Larry 说的，不是我说奴隶的，是 Larry 说的。你好坏哦！是 Larry。蹭蹭蹭蹭，没东西。蹭蹭蹭蹭，没东西。哦哦哦，你骗人！真的、哦、有东西啊、哦？嗯，有个拉杆。这个，拉它拉它。哇哦！哇哦！原来是用走就可以进去了，对吧 ？OK。这个东西，哎、欸，对，我没有拿这个东西。哦，有食物，感人。哦，真的耶！我可以不拿剑的吗？可以哦。可是我还是拿了，可恶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这边算接关点吗？好吧，不管，我要睡。睡。好热。好热。所以我们是不是都走完了、啊？嗯。那这边就是 Larry 的皇家，他写皇家、欸，皇家，看起来就是有东西啊。哎、欸，居然没有。他不是讨厌这个吗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哪里会有东西啊？没有东西耶、欸，火的正后方没有东西，快瞎了！蹭蹭蹭蹭蹭蹭，没东西哦，进来了！居然你在哪里？哦，这里有，好拉它，拉了，要偷看一下哦。然后还有两个小房间，这里是他的个人浴室，哇！就是个浴室啊，嗯，那就要玩吗？什么东西啊？玩什么？不知道。哦哦，可以洗澡哦，里面有没有箱子啊？去看去看、欸，有一个拉杆。他到底藏这么多拉杆要干嘛、啊？不知道。那个马桶的拉杆我拉了，什么都开开看就对了，对吧？对，叫我拉杆小达人。居然，他说这是他的书房。哦、啊，这里怎么没有蹭蹭啊？没有 Larry 的什么伟大？进来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里、嗯、这里密室是密室、哦，真假的？怎么进去啊？在哪里、啊？就蹭蹭啊！你就蹭蹭啊！有没有进来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再努力一点，有没有？你在笑我？好了好了，因为我关门了。好了好了，你看我关。你好坏啊！